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 My Cry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找我们的丧魂村。OK， 我们上次已经来到了 X 光室，对不对？已经把阵眼给破坏掉了。哦，阵眼已经被我们破坏掉了。那当然还有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再看一下好了。继续走好了。这边应该都是……哎，这个门打开嘞。哎呦，这该不会就是四目鬼阵的其中一阵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根部会不大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敲掉。哎呦，特别音效。所以这样我们已经摧毁一阵了就对了，摧毁一阵了，我们还有三阵要摧毁就对了。OK， 那这边应该就没有剧情了吧？我猜应该是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离开医院咯。Go go go！ 我们现在快饿死了，我们先吃一下好了，先吃一下我们的饼干。那吃了就落晒了。现在饼干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吃多一点。OK， 再吃一个，我们吃个南瓜派好了。有蛆的南瓜派哦，满了，满南瓜好多哦。我们还继续拿着我们桃木剑吧。医院真的是做得蛮厉害的，好吧，拜拜。我们继续走，接下来应该是往哪边走？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我们就四处看看吧。医院走了，那应该还有什么没去？三神庙也去了，然后我们是从他们怀家出来的，所以现在应该是继续前往其他地方。我们先回到那个电话亭那边好了，我记得那边有蛮多那个告示牌的。走走走走走，来了来了，上面还有蝙蝠哎，往祭祀院、三神庙、中央公园好吗？中央公园 ，OK， 这个树应该也是其中一阵吧？我们可以进去吗？进不去哎，应该之后会打开吧？我们先前往别的地方好了，先走，这里我们已经来过了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没有什么了，我们再往回走。我去家的那个方向好了。噔噔噔噔，很恐怖。槐树国小、槐村孤儿院、槐树国小，我们先去国小好了。孤儿院还是要先去孤儿院。中山公园、中央公园啊，中山公园是我家附近的。孤儿院、槐仔、卫仔、孤儿院。这边啊，我们先去那个国小好了。先去国小，我记得国小是这边吗？对，这中央广场，槐树国小。对了，这边还有房子哎。不过这边没有路，要叫我们不要走路过来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们现在还是先去国小看看好了。国小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恐怖一点，因为像我们以前看那种日本的恐怖片，有没有？国小都很恐怖，大逃杀这个。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三阵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他说是阵眼跟阵法嘛，阵眼已经摧毁掉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外围好了，这还有一颗井哎，地上还有血渍，水还会流哎，但是这个荒废没有很久。我们从正门进去好了，因为后面是也有一个门口，是感觉后面比较恐怖一点。我们还是依循渐进，这样子继续的探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来了，我们进入槐树国小。这有个箱子哎，胡萝卜，瘦草的胡萝卜，好不好？有总比没有好啊。哦，这是二楼，我们先搜索一楼看看好了。一楼，这个是什么？教务处，我们来教务处看看有什么重大的发现。好像都没东西耶，空空的教务处，没东西。再打开。这是什么？学务处。我以前都记得，像这种处所的老师们都会比较凶一点，反而现在的导师呢，其实都不太敢凶了。像我自己在教课，我其实有蛮深的体悟啊，好吧？训导处的老师比较凶，好不好？以前都会拿藤条打人，现在都不能打了，一打就会被告。所以像我现在在教音乐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蛮痛苦的。有的小孩根本就不听你讲话，真的是很麻烦。这也不行，这就出来了。所以这是后面的门口。哦，那其实还好，没有很恐怖嘛。那这是二楼，我们刚刚在楼梯下面有发现，那这也没有了。可中间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很像货柜屋啊，这操场哎，还有操场，很恐怖。多功能会议室，我们尽量把门都打开一点，好不好？待会要逃命可能比较方便一点。这个应该就是视听教室之类的吧。我现在都没看到什么东西啊！努力努力，
小心，哎，有个箱子，有个箱子，空的，空的，没东西。哇，这里是前门，这还有后门哦。这个嘞，哦，这是后面的家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这是舞台啦。我死啊！为什么死啊？啊！我说重生一下，我被僵尸杀死了，所以那边藏着一个僵尸哦。也太吓人了吧，这个，太恐怖了，好吧，我们继续，所以我要重新开始，好麻烦哦，抓西朗，我觉得玩这个呢，都还比玩那些那个恐怖游戏还恐怖啊。我们之前玩那个叫什么 Slenderman 哦，那个很长的没有脸的那个人，那个也蛮恐怖的，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比那个恐怖，这个音效真的做得太那个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继续在前往国小探索。刚刚在那边居然有僵尸哎，可是我完全没有看到啊，我以为是内格还是我电脑宕机了，结果就这样子，是故意设计成你在那边就被黏住吗？是我被蜘蛛丝黏住之类的吗？吓死人！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好不好？看看到底那边为什么会把我们弄死？我们从这边走，我们刚是从这边看的，超有胆，好不好？继续往前冲。我们大致上先把一楼的都探索完，好不好？训导处，我们刚来到的是多功能会议室嘛，就这间，还蛮长的这间。哎呦，音效不一样了，有那种重低音呢。我们刚在那个门口死掉的嘛。这边有僵尸哦，他刚显示我被僵尸杀死哎。来了，原来是卡在门口上面哦。哇塞！吓到人了！你们吓到人了！去死！哦，三个等级也好了。哇，刚从那边下来，所以我刚刚是因为被他们……还有，哪里还有？还有，又出现了！哦，又起鸡皮疙瘩，去死吧你们！啊，躲这么久，你们是在这边看电影的吗？你们？哎呦，我被打一下了！去死！应该没了吧？事不过三欸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不要再从那边了，好恐怖哦！哦，这操场欸，好厉害哦，是吗？多功能会议室的后台，就我们刚刚来的那个嘛，后台。体育组来看一下好了，体育组的东西吗？啊，没东西，空空的体育组啊。以前念国中的时候，超想要去体育班的，觉得好像不会很辛苦一样。男生厕所，进来喽！打开，这打开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这个不能开。哎，怎么开不了？啊，算了，开不了就算了。这是小便池哦。现在有的地方还是这种小便池，就是没有隔间的。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不太喜欢，好不好？哎呦！关起来！啊！哪里？哇！被怪变兽了！哦，man！ 被怪变兽了，好恐怖哦！哦，先出来一下。哦，还没看完就被吓。还有，又来了，又三只了，这小变鬼！你们这三只小变鬼，走开！小变鬼！哇、哦，被吓死人嘞！啊，我被打一下了。哦。哦，升级，我们 level 7呢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吧？刚不小心把自己关在里面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应该没了吧？这应该不能过去吧？啊！又有！快！我不要死！怎么会这样？呜！对面！去死！哦，这是可以蹲下去吗？啊，不行哎，不行！好，快！我们被水流冲，一个地方被吓三次，太恐怖了。老师办公室，我刚刚来过这个吗？没有哎。老师办公室，我们血不多了。哦，我们先吃一下好了，补一下，好，让我们的血可以回来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好吧，回到我们的桃木剑，都有一只那个蹦的声音。现在小心上面，我觉得上面真的很恐怖哎。上面有可能就有一个僵尸掉下来，这样子。再走，校长室。
不能开，校长室不能开。里面有东西吗？有一个大箱子，这下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所以现在还不能开，是不是？女生厕所，又要进去厕所了。厕所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有的是打不开，我们都打开了。看有没有什么成就？开门，开门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哦，我不要再关那个了。再开，再开。OK， 应该都没了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、哦，女生厕所 OK， 可以了，没问题了。哇，音乐教室哎、欸，音乐教室进来看一下。空的，怎么箱子都是空的？这是什么？哦，音乐盒，这样敲起来是还蛮恐怖的。怎么有时钟的声音？这都没东西嘞，好吧，再开起来。化学实验室 ，chemical， 这什么东西？有东西吗？没东西。这应该有东西会跟我们讲吧？对，会应该会显示出来吧？空空的，都空的，可是都有在冒烟呢。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哎呦，这里面是有东西，有血袋哦。这该不会就是他说买两个啊？啊，又有？没有，只是音效而已。啊、哦，不要吓自己，不要吓自己。哦，有僵尸的声音，快跑！对，在哪里啦？有吗？有哎、欸，在这里面哎、欸。这间什么？为什么我都会触发到这么多僵尸？生物教室里面，难道你就是那个生物？可以打你吗？可以打他哎、欸，打死你！我们可以进去吗？蹲不进去哎、欸，蹲不进去。哎呦，我又卡住，我卡住，又有，先把他打死好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如果可以进去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被吓到。出来，还不出来？啊，他不出来就算了，你不要理他了。生物教室，基本上是应该这样子就没了吧？我们再应该把一楼探索完了 ，OK 啦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了，下一集我们就前往二楼，跟我们中间来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还有正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先玩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有一个沙滩，这个就是西子湾啦、啊。那当然这边我们盖出来，然后这里呢，就是这个山坡底啊，这个山坡底就是寿山了，好不好？寿山。